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无限爱心小爱，超迷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头功夫茶这里上，爸爸。嗯，表姐说她今天就回到汕头了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跟她一起点灯笼、赏花灯、过元宵节了。爸爸，你又在看乔批啦？是啊，当年你表姐的爷爷常年在国外工作，只要一想家，就会寄乔批回来。表姐在国外肯定也很想念家乡，我要让她在回来的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家乡的味道。哦，你可以给表姐冲泡功夫茶。好耶，谢谢冲泡功夫茶了。好烫。泡茶的壶很烫，容易烫到手，还是爸爸来给表姐泡功夫茶吧。不，爸爸，我有办法，我可以找超级飞侠。我要去哪里呢？今天你要去的是中国汕头。汕头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港口城市，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，放射状格局的骑楼街道非常独特。哇哦，好大一片骑楼啊！住在汕头的小婷想冲泡家乡的功夫茶，给从国外回来的表姐品尝，需要你紧急给她送去一份包裹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嘿，乐迪，准备升空，准备完毕。是飞行时间。中国汕头，我来了。哇，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的骑楼真好看。汕头，我到了。嘿，包裹快递！哇，你好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小婷，这是我爸爸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啊，谢谢你，乐迪。哦，嘿。有了这套隔热茶具，今晚我就可以给表姐泡功夫茶了。功夫茶是一边打功夫一边泡的茶吗？不是这样的哦。爸爸，你快泡功夫茶来看看。功夫茶的功夫并不是打功夫的功夫，而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有一定的讲究。这里的功夫指的是泡茶的学问和品茶的功夫。来。哇哦，这么简单。爸爸，你不是说泡功夫茶很讲究功夫吗？功夫茶不都是这样泡的吗？有没有人懂更讲究的传统功夫茶呢？不用担心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怎么啦，乐迪？小婷想找一位功夫茶老师傅，向他学习冲泡传统功夫茶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上哪里去找。冲泡传统的功夫茶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阅历。胡须爷爷丰富的游历经验，相信能帮到你们。我来了，听说有人想知道怎么冲泡功夫茶。
古老百宝箱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不不，嘿，在这里，找到了，你们看。当年来汕头旅行的时候，一位很受欢迎的功夫茶茶艺师傅给我泡了壶功夫茶，他的茶艺店就在很出名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，在这里。我想想啊，在这里。奇怪，我记得是在这里的呀。胡须爷爷，茶艺店到底在哪呢？我记得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亭子附近。可亭子在哪儿呢？亭子啊，这是小公园街区的中沙纪念亭。找到了，丁波。哇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这次想请您帮个忙啊。这是小婷，这是乐迪。林伯伯好。林伯伯，听说您是一位很厉害的茶艺师傅，您可以教我冲泡传统功夫茶吗？我想泡给国外回来的表姐喝。啊，你这份心意可真好，来，我教你，请坐。请。冲泡地道的汕头功夫茶有一定的工序和讲究，首先是制器。就是把茶具清洗干净，然后是纳茶，将茶叶放入茶壶，接着是后汤，即等后水开冲茶，刮沫，淋罐。注意啦，第一遍的茶水不要喝，用来烫杯。最后一步就是洒茶了，关公巡城，韩信点兵，请。哇哦，这就是传统的功夫茶，果然比爸爸的泡茶方式更讲究。其实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泡茶方式也没错。哦，现在的功夫茶早已融入到每个汕头人的生活当中，就算简化一些也不会影响它的意义，重要的还是泡茶人的心意，请。好香啊，谢谢林伯伯，我明白如何泡功夫茶了，重要的是心意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我还想给表姐买一盏花灯，泡功夫茶就更有家乡气氛了。啊，这个主意太棒了。哇，这里好热闹啊。当然，今晚有元宵节花灯会。元宵节花灯会，这是汕头的传统习俗，到了晚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漂亮的花灯，还可以猜灯谜哦，你们看。有趣有趣，我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。我的灯谜。我来帮你。这些灯谜对于我来说太小了，我有办法，变大变小相机。看镜头，变大吧。现在简单多了，乐迪加速。然后就是把它变小，看镜头变小吧。我也一起变小了。胡须爷爷，小婷，小心。
把乐迪也变小了。乐迪呢？好可爱呀，小小的智能机器人。我不是机器人，我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乐迪。乐迪，表姐。小婷。表姐。表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回到汕头，听说小公园街区有元宵花灯会，特意过来看看。表姐，回家去，我要给你泡功夫茶。功夫茶时间。打一种汕头传统生活习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知道了。功夫茶。喝功夫茶，入口微苦，咽下回甘，让人舌下生津，回味无穷。所以就是苦尽甘来。咚咚咚。